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十月七日，诗篇三十四篇八十二节讲，亲身体验就知上主真好，找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。撒迦来祈祷，做阮避难所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享受一切福气的源头，你是睁开目睭看异人，阿耳孔听阮祈祷的上帝。你的使者伫敬畏你的人会四围瞻仰，救因脱出困境。主啊，因为阮知，今仔我靠你的人，你要予因有生命的平安。主啊，人人在憔悴什么时候，总是在世上不断在憔悴中间，找不到那个最后的答案，总是代笔的诗教阮讲，要试看，亲身体验，就知你是好。我靠你，找你做避难所的真福气，因为敬畏你的，拢无欠一项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透过大笔的诗，予咱会通知影，咱的主是美善，是极其好的主。今仔憔悴伊，才做咱的瓦壳，才做咱的避难所，要有真正的福气，也拢无欠亏一项。耶稣听你，使